排队人龙长不见底，绵延好几家店。员工拿起告示牌，要大家保持距离。中秋连假前最后一个上班日，月饼名店家家涌现人潮。排多久了？排很久了，排快半个钟头了。就一年一次嘛，过节嘛。排了一个多小时，买了十盒。买十盒？对呀、啊，要送朋友。好不容易排到队，一口气提了好几盒，业者也专辟两条动线，让现场和预定的客人分流取货。店内人员忙到没得休息，好几样商品早就销售一空。早上的话，相对等比较久，大概两个小时。我们中午过后的话，应该预计一小时差不多。订单量已经额满，就是临时加做，然后让客人现场直接购买。急忙赶工追加，疫情下毫不影响送礼过节。也有彰化名店蛋黄酥在网络上喊到一盒5000元，等同一颗要价500块，被封为蛋黄酥界的爱马仕。一口咬下去。就因鹿港出身的老板陈耀迅曾获世界面包大赛的冠军，所做蛋黄酥外皮酥脆，内馅减糖，造成民众疯抢。七月中甚至曾因预购时抢到当机，在脸书发文道歉，结果网友纷纷留言寻求转让，想不到却让有心人看准商机转手炒作，也让业者很无奈。八大新闻郑云旭许谦采访报道。民生八方事尽在一小时，锁定八大民生新闻，记得按订阅，开启小铃铛哦。